星星碰撞，拥抱给出火花，再到看第二眼的你最特别路人甲。也许地心引力让平行线交叉，两颗心不自觉把防备卸下。你是蝴蝶轻盈在飞翔，却掀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。心愿却变化，纠结错了，珍惜，欢迎你来笑纳。看过世界，才了解世界之大。那些放不下，遇见你都被放下。多喧哗，你一笑就是艳阳，我认定爱，认定你就是心。哟，这么悠闲，一天到晚忙得焦头烂额的老板一定不是好老板。好的管理者呀，一定是懂得使用手下的人，要不然花那么多钱雇那么多员工干嘛呀？哎，那个婚庆行业高峰论坛的事儿筹备的怎么样了？交给财务总监了，明天就开。财务总监，这事儿不是应该策划部门负责吗？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，但凡好使的全都跳槽了。说实话，你遇到这种困境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，毕竟最好的婚礼策划师都在一节呢。你的老东家都那么对你了，你哪儿来的那么强的荣誉感？我只是陈述个事实而已。你不是跟我说你提拔了一个策划总监吗？属他能力最差。那还提拔他？我看了一下这小子的简历，他从小到大呢都是班级里的班长，可是以他的工作表现来说，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，所以我就分析他最大的生存本领就是打小报告告密，给他一颗甜枣他就会给我卖命的。那你给我那钱不会也是颗甜枣吧？30万一颗的枣，你见过这么贵的枣吗？见你我就咬舌自尽。说实话，我挺怕你，我觉得你就是我哥。我为了找你，我跑遍了大半个京城，哪儿都没你，我腿都能跑断筋了。你不是说你的折花吗？你玩呢你？我没有在玩，我早上看到你衣服破了个洞，我刚好新买了一个小人兽拼，想去帮你补一下嘛。哎，等会儿，刚才从那跑的是不是你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刚才已经用最快的速度跑出来了。心率多少？心率65。血压？血压80。别动，别动，先躺下。别动，躺下先。先躺下。刚才那个是不是你男朋友？男朋友？急疯了，那躺着呢。人们出来了。现在很危险。现在很危险，躺下。别动。对了。你们还有人啊？抱一下行吗？方畅，躺下，先躺下。方畅，你怎么了？方畅，没事，大家。说话。
姑娘怎么还哭上了？你现在要不要上来？哎呦！不行，冲动是魔鬼。我现在要上你，这事儿可就难办了。你说现在不上去看一姑娘在大街上哭，也不合适啊。哎，我怕什么呀？你说一年轻的姑娘喜欢我，我怎么就不能接受？这姑娘在街上哭，我不上去，我这还是爷们儿吗？真得冷静地想想，那套婚礼体验系统你要抓紧时间搞到了，明天就是行业的高峰论坛，是我们地联露脸的大好机会，所以要趁热打铁。紧接着呢，就召开婚礼体验系统的发布会，这样一波接一波的宣传才能够扩大广告的效果。哎呦，我又何尝不着急呢？我现在每天一睁开眼睛，满脑子就只有这一件事儿。你不是上次说准备撬开王茂的保险柜吗？撬保险柜，那太不现实了。不过打开，倒是不是一点可能性没有。开保险柜，这么有技术含量的事儿，也只有我的老同学张凯文有这样的本事了。哎呀，你就别挤兑我了，这不都是被你逼的。那王茂跟黄毅然怎么样了？王茂还是老样子，黄毅然我跟他接触不多。等婚礼论坛结束吧。最近我这汇星科技的股票涨势实在是太好，黄毅然那条线也该紧紧。行，你紧你的线，我回趟公司。回去以后好好看，再见面的时候就是对手了。哎，你怎么把氧气塞掉了？鼻子里缠着这个不舒服。可是你药物太中毒哎。轻微的，王总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太冲动了。王茂家属，王茂家属，来取一下药。哦，我出去一下啊。哎呀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就我爸这么一个家属。家属帮他拿点药。你好，给这个药是口服的，一天三次，一次两片，你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。打完针再观察一下，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呢，就可以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婚纱啊。我知道这是婚纱，你别告诉我你玩命冲进火场就是为了他。不是啊，你差点把命丢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这个婚纱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再重要，它不就是点婚纱吗？它
它象征着我七年的感情啊。哦呦，七年的感情，你多大一人啊，就有这么长一段感情史？哎，你是不是上学那会儿没好好学习，光早恋来着？后来被渣男抛弃了。你没权利享受我的感情。是，我是没权利啊。可刚才在楼道里，要是那煤气管爆了，咱俩现在就是一盘炒肝。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连累你了。对不起。医生叫你干嘛去了？我去帮你拿药了。我这个一天三次，每次两粒。好，我受累，你跟我说说你这七年的感情吧。我和他呢，从小一起玩到大，到了高中才正式在一起。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，也是唯一的一个。嗯，一般说唯一的都没好结果。我从小父母就过世得很早，所以我一直渴望有个家。我们那时候就说好了，我大学毕业回来以后马上结婚。谁知道我回来以后，他已经结婚了，那个人是他大学同学。你看，我就说这是个渣男吧，啊？你为这么一个负心汉白眼狼冲到火场里，你觉得你值吗？我又不是为他冲进去的，我大学四年里面除了上学和打工都在做这件婚纱，也不舍得他被烧掉。我觉得还是烧了比较好，一了百了，彻底翻篇。其实我早就放下了。谁信？是真的啦。他结婚后一年跑过来找我，跟我说想要跟我复合，那时候我就放下了。人生啊，所有美好的事情都是想象出来的，现实是很残酷的。没想到你对现实看得还挺透啊。你呀，你就光说我，你还不是放不下那个出丑的前女友？谁跟你说？全公司都知道啊，大家都说是因为你放不下你前女友，所以才是单身的。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哥又不是传说。那黄依然，你听我去劝啊，下次再结婚别玩什么爱情马拉松了，最终的结局都是陪跑。你要趁你热恋劲头没下去的时候赶紧结婚。你想想啊，你这刚结完婚，俩人甜甜蜜蜜的度蜜月，你以后在一起那多幸福，是吧？什么叫再结婚？我就做了个婚纱，我哪有结过婚啊？再说了，你没有好好的交往过，你怎么知道那男的值不值得嫁？婚姻是很神圣的嘛。我没说婚姻不是神圣的，我刚才就一口误，我的中心思想就是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辙。我说的很好笑啊。没想笑。说说，跟这女人什么关系？同事关系啊。哎呦，看你笑得呲牙咧嘴的，是简单的同事关系吗？就这么简单。那你紧张什么呀？我没紧张啊，我就是看孩子的时候顺手照了个相。那我再问你，你跟黄依然分手是不是因为这个女人？分手是因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就是黄依然不正经，傍上有钱人了才把你甩的。没有，黄依然正经着呢。妈，你别瞎说啊。哎，还真是因为这个女人呀。那我再问你，这孩子是你的还是别人的？妈，您说什么？这当然是别人的了。我还真没猜错呀，果然是别人的。行啊，如果这孩子是你的呢？咱还能好好聊聊。现在既然这种情况，那就让他跟你来说话吧。妈，我咋的了？哟，咋的了？东北口音都出来了，紧张成这样，你能不知道你咋的了？我能不紧张吗？你都抄家伙了。别着急呀，今天不营业，上别的家吧。
要是不好好的教训你，你就不知道你咋的了。停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你那么爱赚钱，这等咱看餐厅打烊了，你再打我行吗？家里出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惦记着赚钱吗？哎，妈，站住！你说清楚。妈，妈，医生都说要留院观察，你干嘛非要坚持出院啊？哎呀，这医院的味儿多难闻啊，外面的空气多好啊！你闻，活着真棒。王总，你一直在笑什么啊？我有笑吗？我没笑啊，我只是有点兴奋，但又说不上来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感觉。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后遗症吧。哎，你快点好吗？天都快黑了。去哪儿？你的车还停在我家小区外面。那咱们就去取车呀。喂，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小冉，依然这个电话不会再用了，辛苦你以后不要再打啦。你还我。王旺啊，王旺，你这是在跟我宣战吗？你干嘛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是觉得这么做很开心。你不要干涉我私人生活好不好？我这不是干涉，我是保护。你蛮不讲理啊！我就是不讲理了。这几天你都服从我安排啊，住到我爸那小院去，等你那楼道里收拾干净了以后，你才能搬回去，好不好？最早的学生居就可以了啦。你一个小女孩住在外面不安全，我不放心。乖乖听话了，走了。哎，握得那么死，能不能放松一点？哎，你不要吵我了，我要专心开车了。深呼吸。深呼吸干嘛啦？呼吸点新鲜空气，你可以放松下来。那在车里哪来的新鲜空气啊？我这车自带滤镜系统，你开到哪儿，新鲜空气就会跟你到。真的比较好一点，听我的没错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听领导留饭吃。领导，我肚子真的好饿，我们现在可以去吃东西吗？想吃什么呀？炸酱面。炸酱。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炸酱面，放点黄瓜丝儿、黄豆，肉丁炸的酱，我都流口水了。你说你啊，一提吃的就是炸酱面，你自己不觉得腻吗？我都想好了，以后咱俩有了小孩，小名就叫炸酱面。你能不能起洋气点的名啊？比如说意大利面之类的。那可不行，你都答应我了，结婚以后所有的事儿都得听我的。只要你不玩消失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以后不许再像今天这么任性了，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今天有多紧张吗？刚才真的对不起，是我太冒失了。对不起这三个字应该是我对你说，差点失去你那一个瞬间，我才意识到我平时对你的照顾是那么不够。没有啊，我觉得还好。真的不够？你想北京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还没领你去过呢。怪就怪了，反正我再怪我也是对你一个人这样，对别人我比谁都正常。妈，你这下手也忒狠了！我是您亲生的吗？就因为是亲生的，我才这么管你呢！骗我跟人黄依然谈恋爱，原来就是为了从我这儿蒙钱给这小鱼呀！还冤枉了人家黄依然呢，说人家谈恋爱三心二意的，原来是被你这小子利用了！我怎么就没想到你还有这心眼呢？我心眼多着呢，我就懒得使。你给我闭嘴！我老实交代。你跟这小鱼谁先勾搭谁的？是什么勾搭呀？我这打心眼里我想对他爹俩好。哎呦，还真是你上赶的。他爷们呢？他压根就没有什么爷们。那孙子他妈嫌弃小鱼不是北京人，
后来偷偷摸摸结婚了，就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。小鱼就怕他这孙子受夹板气，主动提出了离婚。谁知道离了婚以后就怀孕了呀？你说他一个人照顾孩子，他容易吗？他，这丫头也挺不容易的哈。可是再不容易啊，也轮不到你来照顾呀。四五十岁的找不着对象的，离婚的，丧偶的，能照顾他的人多了，能轮得上你这个黄毛小伙子照顾？那些人根本不会对他好，更不会对孩子好，只有我能。哎呦，还有力气跟我嚷呢？看样子我打你打轻了，是不是？反正我这铁了心了，我要对他们姐俩好，谁也拦不住。我也拦不住。我说的就是您。哎，干嘛？我怎么觉得有好多年没见着你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几乎每天都见。是啊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做过一场噩梦，梦里我们两个人开车去山区自驾游，然后碰到了泥石流，我们俩就玩命的往山下跑。泥石流拼命的在后面追我们，而且越追越紧，越追越紧。然后呢？你开车跑了。你这梦也太搞笑了吧！我哪有那么坏啊？好笑？你都不知道这梦有多真。而且这梦特别长，我觉得我这几年都是在梦里待着的。我都怕我这梦醒了，我就见不着你了。只是在做梦啊，在做梦啊！哎，你干嘛啊？答应我，不可以离开我。你不要闹了，放开了。我是认真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不离开你啊。王总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都下班了，你怎么还叫我王总啊？啊，不然叫你什么？当然叫我王茂了。王茂。啊。师傅，老张，着火，高血。那这一氧化碳中毒的后遗症真的很严重哎，王总，都是我害的你。快点啊！啊。我含辛茹苦的把你带大啊，原来你就给我找一个二婚的啊，还带个拖油瓶。二婚怎么了？猫和他爸不也离婚了吗？你不是一直惦记着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行，看出来了，今天呀，不是你气死我，就是我打死你。咱娘俩甭客气啊！我现在先去。还想跟你亲妈动手啊？爸。当初要不是因为你的暴脾气，我爸也不会跟别人跑喽。孙大头，你看我打死你！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喊呢？声音好熟悉哦。去看一下吧，王总。王茂。好，王茂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走了。猫儿，没事吧，猫儿？在意。
我想你啊。莫哥，你拦着我妈就行，你不用这样。完了，我把莫儿给打傻了。不是啦，蔡姨，王总他可能一氧化碳中毒了。一氧化碳中毒？我想起来。张总，您还没下班啊？哦，这明天就要离开公司了，还是有点不舍，在曾经站到过的地方再转转，多待一会儿。张总，您人这么好，平常对我们底下这些人也从来不摆什么架子。您现在要走了，我们都挺舍不得的。哎呀，有您这句话，说明我这些年没有白干。不过您经验丰富，工作能力又强，以后不管到哪儿，肯定都是这个。借你吉言。我再去楼上转转。那我陪你一起。好。是啊，张总，咱这轻易不停电啊！哎呀，肯定是哪根线路短路了。咱们公司电脑里面都是些重要的资料，这要丢了可不得了。这样，小杨辛苦你一趟，你呢先去楼下把总闸拉了，然后找个修理工，到处检查检查，检查仔细点啊！我这最后一天晚上千万别出什么问题，拜托了。哎，好，您放心吧，张总。哎，这慌里慌张的，再把钥匙弄丢了，我先替你保管着，去吧。哎，行，谢谢张总。哎，不谢。嘿，你说小周这家他到没到家呀？他这要没到家，万一出点事儿，我这后半辈子还不得熬到死？不行，我还真得给他打一电话。打电话我说什么呀？我就跟他说啊，小周到家了吗？这不成。小周，王茂呢？这也不成啊。我跟他说，小周，你吃饭了吗？嘿，这更不靠谱啊。哎，我呀，给王茂打一电话，让他问问他。啊，爸，我们回来了。嘿，我正想给你打呢。豆豆，快给老爸做饭去啊。豆豆，嗯，不依然吗？你是不是喝了？别当我女朋友面胡说八道。怎么回事？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啊，这衣服弄得怎么都跟花猫似的？我昨儿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们俩要去山区自驾游，这一天给我累坏了。自驾游？你不是送他回家了吗？不是的，王伯伯，那个王总他……嗯，豆豆，王茂。王伯伯。嘿，你们俩是怎么着？是有新的进展吗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子的。我家楼下失了火，我冲进去拿点东西，王总为了救我，一氧化碳中毒，现在有一点点后遗症。后遗症啊？这后遗症是逮谁抱谁呀？啊，你就让他抱一下嘛，他现在脑神经有一点点损伤。豆豆，我跟爸有话要说，你先出去。马上就要办婚礼了，
到时候你哥那十把子力气，把那婚礼绝活都使出来。什么婚礼呀？要装糊涂。好，你放心，不管什么婚礼，我全力以赴。我洗澡去了。好。这一氧化碳中毒，这人不就废了吗？王波波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估计过阵子就好了。他要一辈子都这样，这还不急死谁呀？王总是为了救了我才变成这样的，要是还有什么后遗症的话，我下半辈子都会照顾他。有什么？我说我下半辈子会照顾他。他万一又好了呢？进门密码870123是我生日，记不住一会儿给你发手机的。谢梁总，说，修理工已经到了，不过他说要把总闸推上去检测一下。张总，您看。好，我陪你去看看。哎，谢张总。我没错，我就是要跟小雨好，怎么了？干嘛打我呀？是有摸过。哎呦，丫头，你呀放100个心，猫啊，如果真有事儿，我不会让他连累你。万一他要没事儿，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考虑。其实啊，你们两个的苗头我早就看到了。你说你。啊，你送他那件小背心上面还刻了一个那什么，啊，你说他穿了几天，他连脱都不脱。我昨儿我给他扔了，你看给他急的。嗯，可是王伯伯，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过，有时候我还觉得他讨厌我。哎呀，男人的话你还全信呢？啊，重要的不是他说什么，重要的你看他得怎么做。你看他今天能去火里去找你。这比甜蜜语都管用。偷偷跟你说，其实他今天这样做，我是真的很感动。嘿，我告诉你啊，有比这更感动的。王茂跟你说没说过他前女友的事儿？我听过这件事。其实啊，他那个女朋友不是出车祸死的，而是出了车祸以后那车着了火。给烧死的。王伯伯，他
们两个都在车里出了车祸，他女朋友被烧死，王总为什么没事啊？是啊，这事儿我也纳闷，我那时候一直问他，他也不跟我说，后来呢我也就不好再问了。其实就这事儿以后呢，这王茂特别怕火。你看我们家这厨房现在都没火，我用的是电磁炉，这就证明啊你在他心里的位置多重要。我呢希望你们俩能好，哎，我呢也不强迫你，如果你们俩真的不行，你放心，这儿永远都是你北京的家。谢荣伯伯。这是一氧化碳中毒，是不是疯了？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们的。其实就这事儿以后啊，这王茂啊特别怕火。那你还想怎么着啊？不用做那个打火机吗？你要干嘛？没有啊。我没有啊。那我去跟外面的人。哎，别！你要点蜡烛啊？是，大哥，当然要点蜡烛许愿啊。不是，你看，又不是我们俩过生日，没必要吧，是吧？好吗？不点就不点。那我唱生日快乐歌，然后许愿。随便你，只要不点蜡烛就行。大哥，起床啦！大哥，你干嘛？我什么都没干。那你干什么穿成这样扑我身上？我没扑啊，是我刚才想叫你起床上班，然后我就绊了你。我的上衣为什么脱了？你的衣服我又没碰过喽。你没碰我衣服，那什么意思？你碰我什么地方了？我就碰了，我什么都没碰啊。那为什么我会穿成这样啊？那我哪知道你怎么会穿成这样啊？别看了呀，转过去。王一然。赶紧洗漱吃早饭了啊！知道了，谢谢王茂。我等会儿。你管谁叫王茂呢？你昨天非让我那样叫的。我让你管我叫王茂？你正常了。我什么时候不正常了？那昨天事你还记得吗？昨天我当然记得了。你们家楼里着火，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找你。我跟你说，欠我一大人情啊。那在之后呢？之后，之后什么时候？从医院出来了以后。从医院出来有点模糊，你怎么感觉像喝断片了似的呢？这一氧化碳够厉害的，我想想啊。谢谢你。不是，你先松开你。不是你干嘛呀？不是啊，我一直想等你脑袋恢复清醒以后，好好跟你道谢。啊，不用谢。别说救你了，就算里面有只小猫小狗，我也不能坐视不管，是吧？
不才故作潇洒呢？谁故作潇洒？我跟你说，我昨儿救你的同时没把那大火扑灭了，算是我发挥不正常。我知道你的秘密了，你怕火。我爸告诉你的。你也不要怪王伯伯了，他也是为了你。跟你说这些干嘛呀？洗漱吃饭。你还真这么怕？我怎么逮谁抱谁，耍猴戏，这脸真丢的姥姥家。黄依然，你快点啊，一会儿上班了。别喝，嗯，壮的跟没事人似的，啊？还就没什么事，还没事呢。这昨晚上作了一宿妖，这天亮了才变成人样。都是这烟给熏的。哎呀，甭管怎么说吧，啊，我昨天还真担心你好不过来了呢。哎，可是你知道人依然怎么说吗？他能说什么好话？人说呀，后半辈子要好好照顾你。我跟你说，这么好的丫头哪儿找的？拿嘴说谁不会啊？啊，我要真疯了，他跑得比谁都快。这我大了。那个，哎，嗯，他真那么说的？